我也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是吧，这有时候跳过也是可以的。黄孟我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而且今天哦，我的幕僚跟我说是要来三立电视台，结果我一进来，我看那么多艺人，我以为要议会总质询，那吓我一跳，还好没有事先在现场。啊，你有办法模仿女性吗？我曾经模仿洪秀柱委员，对对对对，但是哦，那时候模仿洪秀柱委员哦，还打电话来抗议，制作人说为什么你们那么多模仿女生的都叫女生来模仿，为什么唯独模仿我要叫一个男生来模仿？结果制作人跟他讲说。 市面上很多假讯息啊，我为什么说要花300万？最大假讯息就是吴宗宪。前几天来说，一年之后他绝对不主持了。要说到做，我现在就要看一看，我2024选总统的时候，他还有没有在主持？如果没有，就把他抓起来。位于板块交界处的台湾，时常发生大小地震，请问？ 下列地震发生当下的应对方式何者正确？A. 点点在厕所，马上到厨房关闭瓦斯。B. 露露在5楼上班，赶紧往7楼顶楼避难。C. 线线停车后，继续留在最爱的汽车上。321，请举牌。哎。 哎，你怎么不打开？你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我们哎，你给我卡住了。哎，啊，你没有打开，你要打开，你要打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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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开
七啊，跟我名模一样。你选 A， 拜托，点点在厕所，马上到厨房关闭瓦斯，他屁股都还没擦干净，他跑到厕所，是啊，可能你的重点摆错，可能还没有夹断呢。露露在五楼上班，赶紧往七楼顶楼避难。摄影棚在一楼，他跑七楼干什么？啊，地震呢？地震跑那么高，越高越跌得越摔，摔得越重。为什么选 C 呢？因为地震来的时候不要恐慌，对不对？大震不用跑，小震跑不了。对对对，大震跑不了，小震不用跑。所以说留在原地应该是最好的处置。啊，佩君的答案也是 C， 没有太危险，太大的即刻危险的话，应该留在原地是最安全的。OK， 正确答案是 C。好，我们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说到端午节，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屈原。而在端午节这天，也有一些民俗禁忌。请问，以下何者是端午节的禁忌？A. 不穿黑白相间的衣服。B. 男女在当天中午行房。这个应该。
女性忌讳头发遮额头。忌讳的黑白相间的衣服会不会是有蹦西情的味道？蹦西情，请举牌。好的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。哦 ，A、B、C、D 都有，而且平均。来，瑞熊熊，请问一下，女性忌讳头发梳遮额头，为什么？端午节在绑巴掌。爸爸掌，爸爸掌，惊无事啊，人帮你那个头发垂下来被剪掉，实际哦，那会是这个吗？真的吗？我们来听听不同意见，好不好？来，为什么？我们传统还蛮多禁忌都是莫名其妙，没什么道理，都会跟女性有关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哦，刁难女生，对对对，哦，对，像戏班子里面啊，那个戏箱女生不能坐。哦，对，坐上去的话不行了，矿坑女生不能进去，还有女生 MC 也不能进庙里。我们来听听黄姐好不 好, 好, 好？啊，中午不能行房，因为这个我有听过，就是因为就是端午节的中午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，然后听说行房的时候就会把你的阳气散掉。哇，真的真的，所以我们才要弄那个午时水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中午体力不好，所以就是因为我那一天有朋友就跟我说，哎，你们要小心哦，那一天要切记哦，不要触犯禁忌哦。对啊，那个是在获得提醒，那是借口啦。对，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哦，这个除了当天不能行房，其他364天都在行房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民俗角度上面哦，当天的阳气哦过剩啊，体力消耗快。如果行房哦纵欲过度的话，消耗身体很快，容易被邪毒伤身，影响未来身体健康。哎呦，哦，想那么严重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模仿天王郭子乾，擅长在节目中模仿扮演许多知名艺人、政治人物，引得观众哄堂大笑。请问，以下这张图片，郭子乾是在模仿谁 ？A. 王世坚 ，B. 赖清德 ，C. 柯文哲。好，请举牌，应该红不浪的啦。这个应该太简单了。来，一二三，请亮答案，正确答案。来来，请亮答案。哎，没错。赖清德，对啊，郭哥模仿过，你觉得最难模仿的是谁？哎，最难模仿的就是自己，太难模仿。郭子乾本身没有特色嘛，哎，没有特色的人最难模仿。哦，像马前总统啦，还有蔡总统都很难模仿。啊，那只能模仿下巴啦，哈。他说有特色的话，就把特色找出来，把它夸张，让人家知道你模仿谁，一眼就知道了。哦，啊，你有办法模仿女性吗？我曾经模仿洪秀柱耶。对对对对，超像。秀柱姐，很像。这个你把照片拿出来哦，真的像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哦，那次我模仿洪秀柱，洪秀柱委员哦，还打电话来抗议，跟制作人说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多模仿女生的都叫女生来模仿，为什么唯独模仿我要叫一个男生来模仿？结果制作人跟他讲说，没办法，因为郭哥的脸型跟你很像。